既有其他的资金进来。你用什么方式、什么途径把这个钱拿到手？什么时候弄到手？然后客户最早的一批的钱是什么时候拿到手？现在呢，我去第一个任务呢，就是筹集到这个总资金，对吧？就是100万左右。然后呢，争取呢，在投资管理员，就是投资代表的这个监督下，交易和资金都是因为今天从今天开始呢，就是说，对这个交易这个资金的分配上。